有人穿太少，谁才是抢眼的人生胜利组？性感的比基尼在游泳池那边休息，都有点服务生，每五分钟给我毛巾。去见客户，通常就是三个主持人，两个都会穿得很性感，一定会带出事业线。我就是一定会穿有领子的衣服，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有接过电脑的。却凭众选的都是我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